柚子都白晚上处理完了、嗯、处理完了之后接下来就正常跟做排骨炖排骨的方法是差不多呀、嗯、一般的先煮排骨，煮排骨后放柚子，然后这个捞出来这个排骨是不是可以根据我们已经洗好的柚子胜利会师了？对，就非常简单、嗯、就比如说把排骨一般都炖到一半生了，比如说你需要炖40分钟，炖20分钟的时候就把这个放进去、嗯、然后呢它的吸附性就很好了，你不要怕它炖烂，它炖不了那么烂、嗯、所以呢它的吸附性很好、嗯、想吃想扔想借味儿都可以，嗯，炖就可以了。